这哪一招啊？一首新歌，没有在专辑里面，也没有出版过，曾经在母语演唱会过唱过《风》，然后《乏力》，然后我有邀请我们的团员一起加入原住民的行列，帮我唱打唱的部分。他们很少唱歌，对，这次的巡回演出他们是第一次开口。他们很辛苦，每个人还是专心弹乐器的时候，还要哇哎呀，就唱自己听不懂的语言。那说明我没有唱错啊！哎呀，没有。对，辛苦他们了。所以他们待会唱了，反正你们也听不出来有没有唱错。给他们多一点掌声，好不好？
支持你的时候，你心里是被鼓励的，马上唱快歌。好，其实很快时间就要到最后了。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杜兰看一看。这笔钱我从7月1日开始在部落里面开始带部落的青少年，从高中男生、高中、国中男生，一直到全部的美少女，少女们一起来加入。然后到14日结束这个营队，15日开始迎接部落的丰年祭，然后15、16、17三天部落的丰年祭结束之后啊，这个事情也没结束。8月份会有他们简单的成果展在部落里面啊，表现不错的啊，我还会带他们去别的部落里面去交流。再来更好的，有一天他们会跟我去台北表演。还不错的，就会像去年一样，有两个用海选的，选两个去加拿大表演，今年也选了两个去法国表演，这个事情会持续下去的。我希望我有那个能力的，我也会继续加油的。谢谢你们小额投资，原住民是肌肉股，就靠你们了。最后一首歌好不好？不好，不要塞奶的事情留到最后。谢谢大家。然后这首歌是，前面的领唱打唱是一种阿美族的很传统的方式，唱歌的一种方式。一个人当领唱，然后其他人当打唱，打唱的只要反复的同样的一句，就会给领唱者力量，然后领唱者的旋律就会不断的变化。我当领唱，还是你要当领唱？没关系啊，责任交给哥哥讲。会越来越好的。然后打唱的话，我的乐手会帮忙一下。我当领唱试一试哦。啊呜啊呀那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。唱着要唱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8个字，哦嗨呀咿呀，哦嗨呀，对，里面还有3个字一模一样哦，最简单的，没有的话，我没办法了，你就留在台中就好了，千万不要来杜兰，我们很简单了，一定要学啊，一定要学啊。有机会去杜兰，你一定会听得到这首歌，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歌，部落里面的，现在连我带的弟弟妹妹他们都会唱，好，试一试哦。好
嗨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大唱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咿耶呀，一样的来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好嗨呀那咿呀哦嗨呀。都要唱好不好？都要唱，都要唱好不好？不要放弃自己。练习没关系，我不会唱是应该的，不会唱是应该的，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开口唱，好，好不好？拍照，谢谢。